天台，共和天台，共和共和 ，That's right。一次约你。俩的马甲双人，感觉如你如你，做谁跟你？欢迎收听《做谁跟你》，我是你的好朋友钟百强。大家从小就学过音乐么？还是你就弹过皮声音？也是你隔壁的朋友，记得从小就学钢琴啊，又 play piano 啊，动多动多的音乐的乐器。今天我绕唱到来宾哦，伊就老音乐有非常非常深的相关，到底伊做嘅套路系乜嘅呢？先老大家讲哦，伊系我好朋友，带下大家强下来乐器伊嘅出场，来感受一下到底伊做嘅套路系乜嘅咯。所以连续三度，我们必须要把它的主题、它的旋律线给弹出来。然后还有一点，它还是一个舞蹈，它是一个舞曲，所以必须要把舞蹈、舞曲的律动给展现出来。而不是每一个拍子、每一颗音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样每一个东西都很重要的时候，就变成说它没有重点了。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抓出来。What? 马盖 How? 永伴 Where? 奈威 When? 奈西穷哈都搞 Who? What? How? Where? When? Who do you meet in this job? 你给特鲁为都懂马萨通常会遇到学生可能从学龄前到大学研究所都有，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成人学生，就是所谓的社会人士。What do you do in this job? 你给铁路黑到走马街。去激发学生的一个想象力跟创造力，然后对美学的一个审美的概念吧。How to achieve this job? 用本张做得了两张套路做活。这个职业呢，它是需要一个常年的训练，然后还有你如何去跟各种的人去应对，对，才有可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Where do you go to work? 你都哪一位做事？工作地点有可能就是一间小小的空间，对，也有可能在一个大大的空间里，不太一定。When do you go to work? 你也都哪时做事？时间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工作时间有可能它会是在早上，也有可能是下午，也有可能是晚上。那最晚的话，可能也是到九点半或者是十点。好，以上就是今本期的 Who What How Where When， 到底今天安不该台里边是马上呢？等下就会登场喽。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今本期安不该台里边就是。钢琴先生 ，Piano Teacher， 中山方言进步音按不个太来宾。
大家好，我是景荣，然后我现在是一名钢琴老师。哇，钢琴老师的声音都会特别的温柔，温柔有吗？你点头如捣蒜。听众没有看到，但是没有，我听懂你的客语。哦，温柔的部分。哦，哎，那你对客语本身了解吗？不清楚，但是可以猜得出来它的内容，大致上。你自己的学生当中有人有客家人吗？还是你其实不知道？没有，但是他们不会说老师听得出我想要弹一首客家本色，好像还会吗？目前还没遇到。那我当第一个。好，你有听过吗？同山沟推翻，我有听过。摩班点钱，对吗？身为钢琴老师都要了解一下。但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刚开始哦，我们教一下景荣，讲一下自己的客语的名字。嗯，永半拱。这个郭景荣，郭就是郭，嗯，郭景景荣荣，好，你还没有按到。等一下，我那个连起来的怎么说？郭景荣，郭景荣，嗯，好，来喽，中央方向给你按不改台那边。等一下，郭景荣，会笑场的吗？唔怕唔怕，没关系，嗯，郭郭。景景荣荣，过景荣过景荣。你如果想要再更难一点的，还有台尬喉，爱喜过景荣。台尬喉应该 OK 吧？台尬喉，爱喜爱喜过景荣过景荣。嗯，是要试试看吗？你要一次机会哦 ，one take 哦。试试看，试试看。老师的这个高度又 hold 住哈、哦，老师不能落魁哦。来，预备备，掌声欢迎今晚的大来宾。不行，台尬喉。台尬喉。爱喜，爱喜。过景荣，过景荣。哦，没关系，给你试一次，因为听说我们下一集还会再邀请你嘛，对不对？对，下一集的时候应该就没问题了。好，应该是，应该是这么说吧。嗯嗯，其实从刚刚这个小互动哦，大家应该都可以感觉出来，景荣很有趣。这我不知道这个特质是不是身为钢琴老师一定必备的特质，你觉得是吗？不一定吧，因为其实有些钢琴老师蛮严格的。对，嗯，你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你怎么归类自己？嗯，我尽量是以一个不严厉，但是有要求，然后比较严谨，对，然后对学生是尽量的去给他们鼓励。哦，就是不严厉，但是有颜值。严谨。哦，严谨不是颜值。但是有没有颜值呢？你觉得在钢琴老师可能有加分吧？颜值，我这样会不会问得太肤浅？是还好，但颜值的话可能，嗯，它也是有一定的加分效果。嗯，对，因为我会这样问，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有学过钢琴，嗯，然后确实哦，就是妈妈每次都问我说，哎，这个老师教的怎么样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当然声音很重要，因为很温柔，嗯，第二个就是长得漂亮的老师，真的确实你就会觉得他教的好像不错，这是一个对小朋友来讲，就是在我还没有什么音乐特别有的素养啊，或者说音乐程度还没有很高的时候，对这个老师的印象真的就是声音加长相。嗯，很直观。嗯，所以你目前都是畅通无阻嘛，没有这个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学生的喜欢就真的是他们真的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收获。嗯嗯嗯，对，嗯嗯，比较偏向这个，比较没有说老师长得好看啊，因为我们现在几乎都戴口罩上课嘛。啊，对，好可惜哦，只能露眼睛。对，所以有化眼妆啦。对，眼妆我不画，就画眉毛吧。嗯，对。但是讲到钢琴老师哦，刚刚有讲到，就是我们在互问快问快答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钢琴老师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自我训练，才能够成为这样子一个角色跟职业。那样子的训练是什么训练？就是可能你需要先去念个乐系。他一定要有一个专业的科系背景吗？对，科系背景当然是比较好一点，因为毕竟在科系里面他会有非常专业的训练。嗯，对，然后当然我们需要自己有足够的技巧，就是说你是能够演奏的，然后当然你也要能够去理解
曲子的背后的故事啊，有时候可能比较小的朋友你要讲故事给他们听，嗯，然后他们才会理解说，哦，这个音乐这个首曲子是在背后是在说什么意思，嗯，弹出来的感觉也会不一样。对，嗯嗯嗯。那你自己在从事这个职业当中，哦，其实我最好奇的是说，会弹钢琴跟会教钢琴，这应该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层级。对，你自己是怎么样从会弹、喜欢弹，然后有专业之后，成为一个会教的人？我觉得其实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嗯，它是有不同的特性的。然后我其实我是蛮注重学习的氛围，嗯，就是说我觉得在初学的时候，在这个初学的时候并不是说你是小孩子，还是说你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学生，还是说你是社会人士，就是说特别是在刚开始要学习任何一个乐器的时候，我觉得感知能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感知能力，包括说你对这首曲子它背后的要传达的意思是什么，你必须要真的能够去明白，真的去了解。所以我觉得在教学的氛围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不断的去让学生去产生一个好奇心，去产生兴趣，然后进而的去喜欢音乐，真的去喜欢这个东西。嗯嗯嗯嗯。然后有一些学生他们可能还需要一些动力去推进他们的学习。是不是贴纸？这个是针对小小朋友，但是如果是再大一点的学生，可能他们对这个就不太有兴趣。比方说他们可能需要一些舞台，你可能需要创造一些舞台给他们，或者是很多老师会给他们一些检定，给自己一个小目标，或者是去参加一些小比赛。对，我觉得阶段性的成就感很重要。对，你先取得这个方面，哇，受到掌声之后，你才有办法往下走。对，然后还有一点，当然就是回到老师本身，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位老师他和颜悦色一点，然后多一点鼓励，那学生就会觉得说，哎，我好像在这一堂课我可以学到很多，然后也很有成就感。嗯，但是如果说相对的来说，老师如果他比较不近人情一点，嗯，就是比较可能比较严格的话呢，学生可能就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没有办法学好这门课，或者是说我是不是没有这方面的天分呢，啊，嗯嗯，然后他就会很容易用否定的方式去讲的话，对，然后他就会退缩。嗯，对，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健康的学习氛围下去学这些艺术的东西，我觉得是很重要。嗯嗯嗯嗯，因为其实艺术啊，不是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它其实是一个很长时间。如果长时间都笼罩在这样子的阴霾之下，其实很难把这件事当做一个快乐的事情。对，嗯。可是像你这样子的教育方式啊，是因为你从小也是这样子被教上来的吗？还是其实你是有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成为现在的自己？我很常听到，就是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包括同侪，嗯，包括后来出社会很多朋友，他们都跟我讲说，啊，我小时候有学过这个钢琴，或者说小时候学过其他什么乐器，嗯嗯嗯，但是后来我就放弃了，我就后来就没学了。对，或者是说像有些成人学生，他们会想要学，嗯嗯，然后后来他们也没有学了。那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有很多种。那我分享其中两种吧，就是第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多半数的人他们会觉得说，我只是要让我的孩子学兴趣，我并没有要走专业。这个是很多家长或者是很多社会人士，就是我们说成人学生，嗯，对。然后当然我们学习音乐不是说你一定得走专业，比方说我们今天学习如何做菜，我们也不是要去当厨师，对，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任何的学习它是没有捷径的，对，它都是必须要去按部就班累积过来的。嗯，对。然后好比说你今天你播了种，你浇了水，你也不可能睡了一觉隔天它就长成一棵大树让你乘凉。对对，这个是必经的过程。所以在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比较枯燥乏味的练习，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好无聊哦，是不是
老师把我当作要走向专业来培养、哦、对，然后他们就会说我没有要走专业，就开始就有这些想法了。嗯，但是我再讲一个比较直观或者是比较直接的话，就是其实所有的这些枯燥乏味的练习，我们简称为基本功或者是基础的东西、嗯嗯嗯、它是艺术的养分。嗯，然后我们去看这个艺术有多美，就需要多少的养分。哦，对，是这样，它是不能偏废的，它是你必须去熬过那个枯燥期才有可能开花结果、嗯、对，你必须要有一些基础的累积，你才能够去达到你想要的东西、嗯、对。可确实很多大部分啊，就是以非往专业音乐这一块来走的学生来讲，很多人在练基本功的这个枯燥期他就放弃，他就不想要往前走。譬如说我你弹到哪儿你就 不走了呢？拜尔是不是很弱？其实真的有黄黄那一本，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有不同颜色的、哦、但是真的很，因为拜尔他还是属于在，没有啦，拜尔很小了啦，只是因为我印象中还有，是后来还有谈到，哎，我真的不要考我这个，这因为为什么会其实想要专访景荣，是因为我觉得景荣是除了是我朋友之外，我一直觉得他在教课上面是有很大的热情跟能量，他跟其他的钢琴老师或者说我认识到的钢琴老师非常大的不同，是因为他真的是用爱在灌注在这个领域上面，所以是一个很有温暖的一个老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小时候老师真的不是这一类型的，当然也有漂亮的啊，可是通常好像都是比较严格，可能因为我妈在选择家教老师的时候会选择跟他个性比较像的，比较好聊啊，那个学生都不练啊，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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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会比较注意学生的这个进度有没有认真练习。 对， 對、嗯、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不是只要练钢琴，我还要顾到学校课业、嗯、当然那我在分配这个时间的时候就会造成很多的学习进度上面落后，例如说、嗯、不管是钢琴上面的或者是学校课业的、嗯、那每一次在练的时候他甚至还会用笔去打我的手。哇，这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嗯，就是例如说可能没有站好啊，嗯，然后或者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不是用鼓励的方式、嗯、而是用责备说，怎么你上个礼拜是没有练吗？或者是说还有一种老师是其实你弹的还不错，嗯，然后呢他其实为了去推进你啊，精益求精，对，所以他会就说嗯还行吧，对、嗯、就是半鼓励，但是又 不太热情的去鼓励你、嗯、就是不太放开的去真心的鼓励你，让老师也希望学生进步、嗯、只不过他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那你从小到大的老师呢，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对你印象很深的？有，对，但是我觉得每一个老师当然都是我们去汲取他在每一个阶段不同的养分，就是说、嗯、比方说你在小时候遇到的老师跟你在不堪回首啊大一点遇到的老师其实真的是每一个阶段、嗯、你的成长过程，你有一个成长了，然后你在这个阶段的时候遇到这个老师，他会带给你不同的东西。嗯，我觉得不管是比较和颜悦色的还是比较其实每个阶段都有他必要存在的一个老师，就缘分吧，我觉得是这样讲。对，嗯，对，不管我觉得不管是严厉的还是比较热情的老师，其实他们会在这个阶段跟你相遇，一定有他要带给你的一些收获。嗯哼哼，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可能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反弹吧。其实可以感觉出来景荣今天的故事非常精彩，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让大家听一首歌曲好了。那这首歌曲呢，它是维瓦蒂。维瓦蒂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因为其实对我来讲，维瓦蒂好像就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它有个四季吧，嗯，对不对？对，嗯，维瓦蒂他是在巴洛克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大利的作曲家。哇，考不倒哎、欸，听众朋友，我这个完全没有跟景荣先套过。国人是钢琴老师，那我们就先来听这一首维瓦蒂的《春天》（Spring）。Thank you.
世界上有众多别国，每只别国都空前温暖，而你都是做世界人，做世界人思想热赞点。刚讲到做事的人，今天绕场的来宾就是共琴的欣赏钢琴老师郭景荣。景荣老师刚才在上一段的时候分享很多对于教学上面的心得，其实在学生方面，刚刚有讲到说就是很容易放弃这件事情，对不对？对。然后呢，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多半数学生他可能在初学，因为前半部我也在讲初学，所以由此可见初学非常的重要。那他们在初学的时候，可能老师他没有适当的去引导他们的一个想象力跟创造力，所以学生他从来都不知道说其实音乐就是一个传递情感传递情绪的一个方式。对，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在练琴的时候怎么觉得啊，好像我弹的没有这么的好听，但其实他们的技巧其实不是说不好，就是说没有真的去弹到曲子要传递的情感。对，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反正怎么练都练不好，然后也弹不好听，所以他就会放弃。对，可是确实会这样，因为每一次在上钢琴课的时候，老师都会先试弹一段，尤其是新曲子的时候，然后再换我弹，落差好大。对，会有这种感觉。对，所以学生就会逐渐的觉得说啊，我是不是没有这一方面的天分啊？所以我就会想说那我就不学了吧，就是会放弃。但是我想说的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永远都可以看到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跟自己比，就是今天比昨天好，其实就是一种进步。对，因为像小时候啊，我其实给自己的鼓励会是例如说视谱变快，或者说出错率变低。我觉得或者说就是原本的曲子我可能弹得稍慢，可是我可以把它加快。我觉得其实每一次就要给自己一点小小的鼓励。对，那你还会给学生什么样的鼓励呢？除了给他们表演的机会啊，舞台啊。我觉得其实 我自己一个很重要的教学理念就是说，你要去激发学生对于艺术，就是这个艺术它不是单单只有在指音乐，而是说它可能包含了很多美术或者是文学，然后再到雕塑，就是它是很综合的，涵盖艺术领域的东西，就是要去启发他们的一个好奇心跟他们的兴趣。因为你当你对这个领域的东西没有好奇心的时候，其实就是老师教什么你就学什么，对，就会很无聊。那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几乎都是一对一的，就是一个老师跟一个学生。对，然后所以我是特别建议说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老师。那这个好的老师不是说他是名师，而是说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老师。通常这个老师姓郭，名景荣，郭景荣，是吧？好，然后会害羞哎、欸？不是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景荣是真的很棒的老师，他除了自己是很多的音乐表演可以让学生看到更大的世界，其实你在教学上面也真的跟其他老师真的蛮不一样的。所以你有看过其他老师的教学？没有。你自己自身的，我自己的经验，然后加上我们开场播的那一段非常温柔的声音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会认同我的。好，那我觉得其实一个老师他最终需要带给学生的其实就是对于音乐的热爱。对，然后对于要如何的让学生去产生热忱，然后甚至是我们去用自身去直接的影响这个学生，所以在他的学习过程当中也要适时的或者是说适当的给予他充分的鼓励。对，我觉得这是我还蛮看重的一点。那你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以身作则吗？就是例如说在练钢琴啊，因为我知道你除了表演之外你还是会不断的精进自己嘛，对不对？对。我不觉得一位老师他需要用一个非常严格或者是严厉的方式，就是说我觉得不需要用这样的一个
形式去对待一个学生，但是或者是说去用这样的一个比较让学生觉得哦，好像我怎么样弹都弹不好，用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学习艺术，然后但是我们需要严谨，嗯，因为你艺术这个东西，你一旦没有严谨，没有对学生有一定的要求，这个品质是下降的。嗯，确实，对，嗯，所以严谨但不严厉。嗯，对，我觉得这个一直都是我很注重的一点。嗯，那你这样子的教育观啊，是不是会受家庭影响蛮深的？因为听说妈妈是古筝老师，对不对？嗯，就是你算是音乐世家。也不能说是音乐世家。嗯，对，不能完全 不算是音乐世家、嗯、就是说真的都是自己喜欢。嗯，对，包括我弟弟他是打击的。嗯嗯嗯，对，那真的都是因为成林自己喜欢。对、嗯、对对、嗯、你知道我对他很熟，因为他常密我的 IG 啊、哦、真的，对，我们是互动的 好朋友、哦、真的哦、啊、你都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啊、哦、完全不知道有这回事、欸、我跟他聊都比跟你聊多耶、欸、啊，那我是不是应该跟你多一点互动没有，因为我会觉得你们家三个算是不同的专业。对，嗯，那各自上面有什么一样的或不一样的地方吗？嗯，求学过程啊，或者说受到妈妈的影响，铁定是不太一样的。嗯，对，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成长经历，你遇到的人事物都不同，所以要一样是非常困难的。嗯，但我觉得说，其实在艺术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集结真善美的一个形式，环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不管是不是，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在古典音乐，甚至是流行音乐，为什么大家会喜欢去听音乐，就是因为它很好听。嗯，对，而且放松身心灵。对，或者是说你为什么喜欢看这些演员演的戏，因为演员他本身也是一个艺术领域的职业，我觉得。嗯 嗯, 嗯, 嗯，对，都是因为他们都是在呈现真善美。所以妈妈是不是从小就会带你们去感受这些不同的艺术文化？从小我从小的学习还蛮多的，就是我可能也接触了绘画、嗯、我接触了书法、嗯、我也接触了舞蹈，也接触了很多不同的形式、嗯、对，所以我觉得我从小的学习真的就是跟艺术脱离不了干系的这一种、嗯、但你这么十八般武艺啊，最后是怎么样子走入到音乐这一块？而且音乐的其实种类也很多，最后还走古典这一块。嗯，多方尝试之后，你最终会找到一个你最喜欢的。所以对你来讲，古典音乐真的会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就是跟其他的艺术好像又多了一份不一样的感觉。可能它对我来讲比较亲切吧，我觉得。嗯，对，他有先跟你自我介绍，你好，我是古典音乐。也不是啦，就是说、嗯、我觉得其实可以选择的事情很多。那如果说你真的不喜欢音乐，我觉得倒也不是一个很多大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 去做的。对，我觉得其实景荣分享了一个很棒的价值观，是学音乐不一定要走音乐，学音乐它其实是培养你一个生活的方式，它可以让你的生活质感的一种提升，而不一定你要把它当做职业。我觉得这应该是你在教课上面很常常会跟学生分享。 我觉得也不一定说你的生活质感，因为有些比方说有些他可能、嗯、他在技巧上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说很迅速的达到我们的要求。嗯，就说他可能说我们今天要弹快一点，他可能就是速度就得这么慢，但我觉得也没关系，就他喜欢就好。嗯 嗯, 嗯，你真的喜欢才能够真的带你走得很远。嗯嗯嗯，对，哇，真的是景荣妈妈教的真好。就是妈妈之前是古筝的专业，那你后来是钢琴的专业，对，这个中间的过渡，你曾经有想说，哎，也想跟着妈妈一样走古筝吗？或者说妈妈有希望你跟她一样的路线吗？这个我有点模糊，但是呢，我从小我也是会弹古筝，然后也很小的时候也独奏过，然后也拿了一些小奖。对，但到最后你还是会选择钢琴，就是因为说它可能对我来讲真的比较亲切。嗯嗯嗯嗯，对。那从事老师这一块呢，妈妈有给过你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身教很重要。嗯，对，身教，对，对，差不多吧。对，这个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东西，我觉得很难说用两三句你就把它给说完了，你的这个整个的历程。嗯，对。哇，觉得景荣现在是不是心中有一点慷慨激昂？是觉得很也没有啦，也没有，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学音乐这条路一定是不轻松的，就是你刚刚说不但是要度过一些枯燥期的基本功练习，对，然后其实还有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寒窗苦读十年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只有在舞台上表演那一刻才有办法绽放光芒，可是私底下的那些练习都是一个人在琴房，一个人面对钢琴，然后这样日以继夜。对，嗯，我其实还蛮享受在自己一个空间的那个练习的那个过程。嗯 嗯，就是你可以去真的去感受到说，你从一个不太可能对这首曲子可能不太了解，然后到慢慢跟他熟悉，然后再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跟理解，然后到最终的去呈现。对，我是蛮享受这个过程的。那你大概是从几岁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对曲目的了解？因为可能一开始单纯就是很机械式练琴，就是一直练一直练，练到熟吗？嗯，还是你真的很幸运，因为刚好妈妈有启发你，然后碰到很棒的老师。这个我觉得我们放在这个演奏家那一块来讲，哦，感觉演奏家这一个那一块，我觉得那一块比较适合讲。对，相信就是听众朋友感觉到现在应该非常期待下一集的内容，因为景荣真的是一个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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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不但是钢琴老师也是音乐家，所以他这两块的故事是我单独独立出来想要做专访的。那我们聊聊钢琴老师，钢琴老师有没有什么你觉得特别辛苦的一面吗？辛苦的一面我觉得可能在我看来其实是没有的。嗯，因为你很坚强。也不是说很坚强啦，就是我觉得其实你当你去看到说学生他的一个进步的时候，其实那个是你往后的一个能量最大的源头，就是你有动力在继续往前。嗯嗯，对，就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辛苦的东西。嗯，可能你在编这个就是在思考如何让学生更了解的时候，可能需要花一点心思跟脑力而已，但是我不觉得这个有到辛苦。对，没有。那通常你遇到比较没有那么上心的学生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子去 push 他？我觉得如果就像我前面讲的，如果真的没有那么的喜欢，我觉得你会直接跟妈妈讲，就是没有没有。我觉得其实真的有些学生他可能是因为说家长觉得他需要学这个东西，嗯，对，所以把他带过来。但是带过来家长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培养这个小朋友，所以他就是让他多方的去尝试，所以才会有我们前面讲的学兴趣。嗯，那小朋友如果真的不喜欢，我觉得真的也可以去尝试点别的，他试到他喜欢的东西。嗯哼，对，像我小时候我也是学了很多东西，然后最后才发现钢琴。我一直都比较喜欢音乐。嗯，当然不是说只喜欢这个，但我还喜欢很多东西，只是说我觉得小朋友就是多方尝试。那如果说包括说成人学生也是，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或者是说你真的觉得你没有这方面我们所谓的天分，你可以去尝试其他的事情。嗯哼哼，对，因为领域这么多，你一定有自己可以发挥的地方。嗯嗯嗯，对。其实景荣哦，每次分享这些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哇，跟他私底下的样子好不一样哦，他感觉是有个景荣 2.0， 就是交朋友的时候啊，就会比较，就是你知道，我一定要想一个很棒的，好好，对，很棒的成语，叫做，我因为我刚刚脑中闪过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不修边幅，不是这样，放荡不羁，不是这样，就是这是可以讲的吗？我这样讲好了，我觉得在景荣在专业上，它是有个高度，每一次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有光芒的，嗯，是会发光的。嗯哼哼，嗯，就这边有光，对，佛祖的感觉。你自己喜欢教课的自己吗？嗯，我觉得都喜欢吧，就是当然老师跟音乐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面向，但是我觉得都有他的有趣的地方。
对，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英文老师，我会觉得教课我喜欢面对学生，我会很喜欢氛围，可是其实一直输出，尤其是喉咙啊，或者说能量的输出，其实有时候会感到疲乏。你自己怎么样去把那样的能量抓回来呢？我其实我完全没有疲乏耶，厉害。就是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艺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能量，就是说我也会去打开学生他的音乐视野，就是比如说我刚刚前面讲到的，如果学生他只是这样子弹，他只是照着谱上弹，他不知道背后的意义要传达什么，他当然就是无聊的去弹奏。但是当我们真的去告诉他们这些背后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有你会发现他们眼睛里面是有光的。对，就是我在教课跟我在当评审的时候，其实我很常看到一种类型的学生，就是说他学了很多年，然后他的技巧其实也很好，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弹出感动人的音乐。对，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其实我觉得他已经是变成说他长年累月的在去着重在他自己手指上的训练，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技巧，就是你技巧很厉害啊，弹的速度飞快啊，技巧扎实，但是他已经忽略到说我们前面讲的，就是音乐它其实是在传递情感的一个方式。对，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描绘音乐里面的语汇，我们说语汇。对，那当然你要去描绘音乐里的语汇的时候，你也需要一些音乐理论的辅助。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也真的很难去传递这样的意境。对，所以比方说这部作品它到底是幽默的，还是说它是喜悦的，还是我们在讲多一点，比方说它是绝望的呐喊吗？还是说它是放在心中的一抹深情的微笑？就是这个其实都是用音乐可以传递出来的，就是你不需要说，你听就可以感觉。对，所以要如何能够去更好的理解这些语汇呢？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哇，真的好深哦，果然是钢琴老师对于音乐的了解。就是每个曲目都有不同的风貌，它带给人的感觉不同，但是唯一相同的是它没有语言，它是各国的人，就是人家说音乐无国界，可能就是这个感觉。对，它可以透过音乐的调性去让人产生一种共同的快乐或者是悲伤。对，那接下来我要播一首歌曲，不知道它是属于哪一种感觉，柴可夫斯基的圆舞曲，它是比较快乐的吗？还是它是比较圆舞曲嘛，就是舞曲的一种，就是跳舞的那种感觉。对，那柴可夫斯基他是俄国非常重要的一个作曲家。对，然后他的曲子都非常非常的好听。对，应该也是大家从小听到大的。真的，你讲到从小哦，我们小时候音乐课本老师在介绍柴可夫斯基的时候，大家笑一片，老师他开什么车，司机有吗？学生也会这样。对，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柴可夫斯基的圆舞曲。Thank you.
前半安利新庄，日前半安利中间，日前半安利变作生命天使。刚刚来到做些感应的现场，今天绕墙的来宾既是郭景荣，既是钢琴的欣赏钢琴老师。不知道钢琴老师这个职业有在疫情当中有没有碰过什么样的困难跟挑战呢？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是不能够面对面上课的，我就必须要采取这个线上上课。可是其实钢琴课很吃近距离的互动，因为你要随时的示范跟指导。对，包括说我们是必须要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包括学生的坐姿啊是不是有正确，然后不能翘脚像我现在这样。对，必须得坐好嘛。然后包括他，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看到非常完整的他在弹琴的这个，我们说键盘的这个整体的位置。嗯，对，因为镜头它还是会有一些死角，对，所以就没办法看到。嗯，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挺重要的是乐器的这个收音的品质。哦，对，或者说就是他录制直播的那个手机啊还是什么样子的，对, 对, 对，因为乐器它其实是很重这个我们需要靠耳朵去听它的这个音色。嗯，对，然后以及我们要如何的用我们所能够表达的一些词汇去告诉学生说你现在应该如何弹，嗯，或者是如何去修正。嗯，但是没有办法面对面的时候，它其实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扰。嗯，变成说可能他在弹的时候老师觉得你这边先停下来我先跟你讲，哦，但是呢学生听不到，因为他的器乐声太大了。嗯，然后老师可能就在另外一方一直喊啊喊啊喊，然后学生都没有听到。嗯嗯嗯，因为你必须要拉一定的距离拍摄，对，但是那个一定的距离的声音又不够传达到他耳里。对，嗯，因为我们没办法塞耳机。嗯，就是学生也没办法塞耳机，因为你还是要聆听自己弹的。对，嗯，所以就是会有一点点就是困扰。嗯哼哼，对，然后可能学生他在表达上可能我们听到的跟他们弹的会不太一样，他可能觉得我有做出来，嗯，但是我们透过这个收音然后再传到比如方说手机或者是电脑里，可能音质就变得比较差。嗯嗯，而且有时候钢琴哦，它还会有这个重力，对不对？你们是有一个专业的触键，对，触键，就有些要弹得轻，有些弹得重，
对，那个其实有时候透过直播很难去完整的呈现。对，而且，像你自己，因为它是异地的教学嘛，那你自己那边也需要有一台钢琴去做示范吗？还是其实只要学生那边有，其实我们还是会需要钢琴，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学生弹给我们听的音质就不是很好听，所以我们弹给学生听，他可能也觉得不是那么的好听，所以我们当然是尽可能的用我们能够去表达的一些词汇去尽可能详细的去叙述它，但是这个也很难，就是当然相对于面对面的教学，一定是直接学生听到老师怎么弹，能够直接的去明白它。那疫情一次严重的就2到3年的时间，这2-3年当中，其实因为你刚刚也有讲说，其实你要给学生阶段性的一些鼓励，比如说成果发表，如果舞台机会，那这样子的话，那就完全没有了。对，所以我在疫情期间，我其实就设计了一套新的课程，然后或者是也有一些教材，就是说这一门课呢，它可以一对一，也可以一对多，就是也可以团体上课。那这个就是纯属于讲课，就是我们不用器乐，但是他们也是可以欣赏到音乐。那这一门课叫做音乐素养。对，就是说，就是我前面在提的说，你如何去打开学生的音乐视野。就比好比说，今天学生他在弹这个作曲家的作品的时候，我其实更希望他能够去多方的了解这个作曲家他在同一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他去多听他。因为作曲家他也是人，他有他自己的生活。那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是不同的，他是一直都在演变的。所以如果我们只单单听这部作品就去评断这个作曲家的好坏，其实就有点片面了。像是景荣就不准我播他以前的作品。对，因为我觉得每个时期代表不同这样的成长。对，可能那个时候你不满意，可是其实它也代表某一阶段的你自己啊。但是我觉得这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你觉得你之前弹的不好听，可能是你现在弹的更好听。所以代表你持续都有进步。持续进步是一定要的，就没有进步的话你就退步了嘛。对对 对, 对、啊、不进那个叫什么，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就是硬要来讲个几句。你自己说艺术很包罗万象啊，对不 对，文学也是艺术之一。是的对。然后呢，其实在学音乐它其实还分两种形态，一种就是输出型，一种是叫什么，交流型。所以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为什么你在教英文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哇，你要不断的讲，不断的去输出，然后你就觉得说很疲惫。我没有这样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说通常很多学生他是第一种，就是输出型，就包括说他谱面上的东西他全部都弹了，但是我说了谱面的东西，音乐写在谱上它还是死的，它有很多字里行间的东西，就是背后的东西你要去呈现它。然后另外一种是交流型，就是说你跟音乐，你跟乐器，跟自我，跟灵魂，还有跟观众的对话，这个是交流型。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个，他也其实会比较喜欢交流型的学习。所以我很鼓励学生跟我分享说，当你听完这首曲子的时候，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生活背景跟他的历练都不太一样，所以他想象到的东西也不同。对，我昨天给他们播了一首曲子，然后呢有一个学生说听起来很像湖泊，在湖泊，然后这个阳光洒下来，波光粼粼的样子。然后一位学生说很像小河，小河流淌。然后有一位学生说很像在大海那边。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的想象力不同，他们给我的反馈，我能够有更多的能量再去分享更多的东西给他们。对，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交流的状态，其实我没有觉得疲惫。对。就你不是只是单一的输出者，你还可以从学生身上得到很不一样的收获。对，而且每一个人的收获都是不一样的，来自己的家庭背景，来自己的平常接触到的生活。那种感觉很棒。对，就是交流。
所以其实你在你现在教课这个钢琴老师的身份大概几年了？从大学是不是就开始在教？还是你其实你高中？其实我也没非法同工，我也没在算几年，就是反正就很久了。你是怕我推算年纪吗？是的，我刚刚看到你身份证没差。但是以你这个年纪来讲，其实教学经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嗯哼哼哼，对不对？你比较算比较早开始出来接触，可能也是因为我比较注重就是双向沟通的这一块。嗯，因为很多这样讲，这是可以讲的吗？我想一下，其实有很多的情况是，在你刚踏入准备要做教学的时候，很多老师可能他会不太清楚怎么样教学生会比较好，所以他就会一模一样的把他以前怎么学的。或者是老师怎么教给他的，就是原封不动搬给他未来的学生。对，那这样子是比较不太恰当，就是也不能说不好，就是比较不太恰当，因为、我们在学习的那个时代跟现在小朋友学习的时代不太一样。嗯，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电脑，电视还是很大一台，那你听到的音乐可能是什么卡通影片可能不太一样，跟他们现在的这个卡通影片也不太一样。嗯嗯，所以音乐听到的也都不同。对啦，就感受度会有很大的落差。嗯，对，就人家讲代沟啦。对，嗯，对，所以要与时俱进嘛。嗯嗯，那你自己在教课的这一路上啊，有没有特别再去学过什么？就在教学这一块的，除了你自己钢琴有继续在练，教课上面你会去参访谁的教学模式呢？或者是什么吗？我觉得去参照别人别的老师当然不是说不行，只是说我觉得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啊，特色。对，因为其实艺术教给我们的就是你要学习如何的去独立思考。嗯，就是我们当然是从模仿开始，但是你要有自己的风格，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嗯，对，我觉得这个是景荣一直以来，为什么在钢琴老师这一块可以受到这么多学生，受到这么多家长的喜爱。他除了对于艺术的含量很高之外，就是很有自己的特色，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可以激发学生更多的想法。在今天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觉得在老师这个职业，他不一定就他就是老师，就是可能学生也会是你的老师，就是每一个人他都能够给予你不同层面的一些启发或者是引导。对，所以就是祝福大家，也祝福我自己能够持续的学习。嗯，这样子。哇，再套一句子曰的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对，我觉得景荣他不一定只是老师的身份，他其实在学生面前他也是一个学生，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对，我觉得这个是景荣最棒的特点，也是他可以成为这么优秀的钢琴老师的一个最大优势。那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景荣来到我们空中跟大家分享走学感音学蒙古景荣，要不要再试一次？谢谢景荣。谢谢伯谦，长雷聊咯。